方婷姐，总监哪讲？这个时段本来就是内定要给我播报，朱晴天伊只是来家乡对白做根本的对无？总监对我推荐的人选真满意。学妹，为今日开始，咱就是同事啊，恭喜你！请多多指教。这无公平！明明我拄才的播报实力袂输给朱晴天，谁在这个时段会换做失意？我要讲很清楚呢，这个时段原本就是我的，是我愿意提落来推荐晴天的。总监当然要尊重我的意见啊。安尼，你有啥物问题吗？所以，朱晴天才是内定人选。无嘞，家己人就是爱听家己人啊。廖萌子，你拢听到啊？我学姐学姐叫她讲亲。就表示我跟学姐的关系很好，那你应该就要有自知之明啊。方婷姐，你以前都看实力，你最讨厌那种靠关系的空降部队，现在你煞用你个人的关系让朱晴天进来，敢讲你就是要为着把我压落底？你这话敢袂讲到太过歹听，嫁头前本来就是讲实力的，所以我才会找晴天过来。而且晴天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，也有领过大奖，实力是大家都看得到的。你呢？你有啥？讲到领奖，我也有啊。哦，你是说那个非官方的民间活动根本就没人知道，结果本里的福气传出评审被收买的丑闻，然后跟同人知道，你确定你要拿这件事出来说？那都是误会，我根本哦，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阁叫我来试播？竞争嘛，总是爱找一个配角来做垫脚石，安尼才会当衬托出晴天的优秀啊。安徽的是爱有车票来用的。方婷姐，想袂到我拄则讲的话，拢予这个吴阿明听到啊，颠倒予伊摕来搞我个。你是笑啥？笑啥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阁有一挂代志要处理。既然你甲廖萌芝是老朋友啊，安尼就可以带你去熟悉环境。嗯，无问题。我早就听过你足多阿爸的代志啊，所以我一毕业。我就等妹夫想要回来台湾，跟你拼一下。我今仔日会当徛伫个遮，也是本你的福气。你给我站起！是吧？给我放手！歹势啦，朱晴天，你别出超过哦，超过的人是你。你会当打伫个别人身躯顶，别人却袂当甲你打。凭你，凭你这花瓶，你才是一个泡过咸水的大花瓶。你唔那是花瓶，阁是扫把星。当年我已经为着要听你，大位老尾顶杀落去，结果嘞，我大难不死，伊予我过一个。即马搁伫个龙安内，食免钱饭。这五年来，我唔那伫个国外足够读册，搁真久来咧练身体，啊，万免五年。之前你甲许世伟是安怎摆伫我手头的？你敢拢袂记着？朱晴天，你若是甲伤害着我，你就该死啊！我的肉骨绝对袂放你煞。你想讲什么来着？你最好就是安尼过日子啊，让别人知影你嘛是惊见笑的。
安尼对你较好。如今天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店长，拄则阮哦已经将迄封 email 互你看过啊。这寄批人应该是你，无唔对吼？这确实是用我账号寄出去的。店长，请你给我一个解释啊！是安怎你会寄阮后生伊林的相关资料？敢讲伊人即马当咧用乖？我错啦，我伊林即马是阮监狱的受刑人啦。真正够活嘞！我的后生真正够活嘞！因就是我的亲生爸爸，也个阿公。这是伊林用我的心想寄的。你是讲是伊林家己寄配给阮的？无唔对啦，受刑人呢，拢以伊的专长去分配劳务啊。伊林呢，这個、人的头壳巧，佮够用电脑。甚至咧，你一家时阵，佫取了大学文凭啊，所以啊，我互伊负责处理这个行政业务啦。啊，伊有先甲我问过，要借用我的信箱，我嘛同意啊。是讲伊林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敢讲伊想要互阮知影伊人伫咧遮，想叫阮来找伊？一个囡仔哦。确实无简单啊！小小年纪，就用予第一站这尔器重伊呢。嘿，伊若是用得当来武家接班哦，绝对用予咱武山集团创造搁较大利益。爸，你想伤远啊啦！即马上要紧的哦，是予咱想办法，赶紧予伊林出来，带伊当去林作规庄接对啊。也毋过伊林会伫外面流浪遐尼久哦，我即个做阿公的。总是要给讨一下公道嘞，真好。你是不是替我用陈忠诚跟万条万？我要给应该请的小做一摆总请。是。林相，想要替我解释这代志？我完全三无清，你咧讲啥？陈良贤，我看啊，是你有话要讲啦。当初你用遐济气力，要提汪有芳甲汪玉林的性命呢？这敢有需要我提醒？范大，即摆麻烦你，我解释你甲这个屎是啥物关系啊？啊是讲哦，要规个解释较清楚，这杯茶应该也无够你润喉咧。三是啥？你甲我讲清楚。沈太，我是你师大，你这是啥物态度？你甲当初的代志讲清楚。你的师到底是啥物人？伊是安怎要伤害尤芳甲伊林？这代志足简单个啊！黄伊林因母仔囝若是无出代志，万当会变啊，家己查某囝嫁过恁母家。恁这条名门联姻哪会成？黄有芳伊当初囡仔生来无偌久，伊就发生意外。啊，不过这个囡仔伊福大命大，伊有一个有情有义的阿姑啊，该收留该照顾大。重点是伫个五年前啊，因阁往找着啊，阁要人带去看风水啊。伊当初是我身躯白炸弹，我甲万党个阻挡落来，把你个囡仔个命救落来。有芳真正是你害死，真正是你，我无动手。万当还哪需要动手？你都叫什么师，还是好的去动手就好啊！万朝爷，大家有这个代志无？你跟我讲。好啦，万当呀。你要直接讲哦，你为着要甲你查某囝嫁过母家，所以你动手要甲汪有芳、汪一林因害死，安尼唔就好啊？我哪能搞害事？家里有什么期待？
啊，你伫遮嘀嘀嘟嘟，有啊无？一句话。你十多年前，咱两个伫咧联姻啊，敢讲恁爸一直无要处理王有芳伊母仔囝的代志，我是会当怎？敢讲爱我查某囝，等于是死人心。所以讲，就是你，甚至五年前，伊阁想要害死伊，今日我来跟你拼啊！进来，今日我干阿是要问清楚，毋是要来算账。我是你的敌人啊！汪有德跟汪玉玲剩下七分人命，你今麦算有着七分人，要靠你的敌人毙命死。对啦，牡丹，啊，那这个孙哦，是一定爱认的啦。啊，是讲哦，爱注意呢，你唔通你这个孙哦，行出龙潭，啊，佫走你去虎穴，啊，佫有什么狮，也是虎，啊，拆只萝卜，到时阵真正空欢喜啊。嗯，恁也知影，伊人是熊嘛，是虎嘞，啊。陈忠诚，多谢你提供遐尼侪线索给我。你给我的是饲料，还是毒？我家己会判断。